什么是空明？空明就是我们所生存的法界原本是什么都没有的，这样的一个空性的明体，说是你自己的化身，你自己的本来面目，父母未生我前的本来面目，和这个净虚空变法界和一切圣所有的本体是同一个本体。这个就是什么？空明的化身，就是你的本来面目。不但你的本来面目是这个样子，释迦牟尼啊，包括这个阿弥陀佛，包括过去古佛，所有的诸菩萨、诸阿罗汉、声闻缘觉，还有蚂蚁啊，六道的众生，我们的本体都是个空性大明的、金刚不坏的这样一大实相。当光有空明不行，虽然叫化身见是本来面目，但是你只证到这个叫完空，就你知道一切本空，一切本明，你也证入了这其中，但是你不能利益其他众生，所以是你不能真实的成就报身。报身是在这个肉壳身，大家现在都有一个肉壳身，在这个肉壳身要裂变。什么叫裂变？我们拿这瓶水来说，化身就像这个瓶子里装的水，那这是化身。你把瓶子裂开之后，水会洒得到处都是，但是尽管洒出去了还是化身，因为是什么？透明的啊。那么报身是什么？报身是裂变之后有一个体不坏，有体不是无体。那这个体是什么？就是你把这瓶矿泉水在冰箱里快速冷冻，冷冻之后你再把瓶子的这个外壳切掉，那大家看到的就不是到处蔓延的水，而是一个什么透明的冰坨坨啊。这就是什么？聚则能成形。食宿众生是你有化身，聚不起来，成不了形，不能成金刚不坏身，是有成就金刚不坏身的原材料，但是你没有修成金刚不坏的能聚合起来而产生妙用的身体，说是你是凡夫。你只有化性，只有这个裂开以后到处都蔓延的水，你只有这个化性，有这个法性，那么你可以流转在六道，变成六道轮回之身。因为你自己的金刚不坏身你没有练成，只有练成金刚不坏身的人才不会再去六道轮回。说这就是练，炼钢的炼，一个火字边和不练的差别。那么密法，无论是东密、唐密还是藏密，还是原来的印度最古老的瑜伽术，它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方法，由法性练成金刚不坏身，这个体，这个叫报身成就，报身成就。